要整个卷卷起来之后，然后再用那个，再用钳，再用那个铝线钳把它给卷起来。就这边长边就是把它整个麻花卷就把它卷起来的。那基本上我们的肩线的那个斜度会跟着手是的，就是它是像你看那个衣架子那个感觉，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人台衣架。那基本上前面部分你如果说你要抓胸部啊什么，你要哪边突出，就随便随便你随便也去，这是由你自己挑选的。好，基本上接下来要做组装。组装的话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软粉啊，软胶粉里面我们先塞一些材。因为基本上你每天做完架构，现在就是增加，就是植物要怎么跟架构做结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容器，然后你要去炒。当然有人会说，老师我能不能做开球来放进去？没问题，用开球来做的话，好处是你直接绑就直接塞进去，但坏处是什么？它就是你开球保水低，你浇水的时候它保水不好，容易改变人家常浇水。所以我们使用软盆要可以藏在我们架构里面，所以使用软盆。那软盆之后，因为我们那个本身这一那个。软盆底的部分来比较大，所以我还是要用一个垫把它放在那边。好，现在最难的就是要转一个齿，转好久。对，要转很久，就是它是拿用一边这样子把它转，一边转型这样，用单手这样转型。那。有同学说老师，那我能不能不用那个？可以，其实每个叶片，因为它就是藏在里面，你用铝线直接绑，绑一结，绑在，你如果绑在下面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目的是要让你这个盆子不会掉下来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大概就是抓住，因为我们上面这边来讲，你这边要接着你要放到一个高度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做我们的那个。赚钱藤最上面的地方还要做玻璃要去挡，在这边至少要有缝隙让你去种这样。这种完之后，开始是，要就是在做一个螺丝，某一个螺丝，然后一个垫在上面，然后再一个垫在下面，然后再直接把那个蝴蝶螺丝给锁起来。它基本上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盘子很浅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不用转太高，它们会丢不到，所以不要把它转紧就行了。好，基本上就完成了。然后完成之后，你们先完成到这些步骤，大家教你们怎么样种植。